家好，Tommy Q。咁我臨時臨急咧，就喺中環呢度咧就拍條片，咁冇喺 office， 咁唔好意思先嚇。咁我想講嘅就係咧，我想回應翻就係有關呢個話 First Sport， 講翻係對高達佢做嘅不滿啦。咁我首先第一句想回應翻就係、是，我非常之同意你嘅講法，因為我自己都心靈感受。喺我昨晚咧，我 po 咗一幅圖咧，一幅圖上去之後，有好多人 like 啦，好多人交流啦，就即係頻密咗一啲人。咁但係咧，不久咧，我幅圖咧就俾人刪除咗，我覺得都好莫名其妙。嗱，不過唔緊要，我俾人刪除咗，可能係因為我畫嗰幅嘢實在太過暴力啦。咁入邊係講係跟到幾多輝嗰啲男人全部揼呢個人渣成啦，係咪？咁唔緊要，因為太暴力而刪除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我向高達好在道歉。咁連道歉都被人刪除埋，咁我覺得真係好搞笑咯，好得意咯，好有趣咯，係咪？咁可能係因為佢有人就叫我 po 翻出嚟，咁可能因為 po 出嚟，咁所以佢就刪咗啦。咁費事佢哋話我就講啲唔講啲啦，我講曬出嚟咩事啦，嚇、好冇？咁另外講到有關聽講話你話想自己搞一個類似高達古術呢個嘅 Facebook 群組嘅，咁首先希望你加油努力啦。同埋我喺度俾一啲意見你咧，就係、是記住一樣嘢，以人為本，以人為本。咁另外，我想講翻點解我會入高達同古術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咧，我入高達同古術就係因為我嘅目標就我原則就係比較自私啲嘅，就係、是、我希望透過一啲 Facebook 群組係令到多啲人去睇我啲片，因為我自己訂閱人多啦，我仲少嘅好多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希望透過我自己係有關高達嘅睇啲片，就多啲人睇我啲片，睇我啲片或者其他嘅片啊。咁入邊我都介紹咗一啲嘅自己畫嘅作品啦，同埋嗰啲嘅所謂嘅垃圾偉論啦，係咪？咁如果我找到另一個途徑是幫到自己是多些人看我的片的話，我一定會離開這個，我一定會離開高達好在這個組織、okay？ 我拍得這條片的話呢，我都預了呢，我以後不可以再在高達好在裡面是分享是有關高達特派的片了，我都預了我拍這條片是即刻被人扔棄彈的、okay？ 這個我沒有所謂，因為我絕對不怕。另外如果大家的朋友你想入去高達同好聚入邊，係想分享翻有關嘅高達嘅其他動畫組嗰啲嘅嘢咧，小心啲，小心啲。